怎么了？殿下，我能不能睡你旁边啊？为什么？有点怕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找到你的。兔四爷，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一觉醒来就能看到你的脸。在那个你拥有众多粉丝的世界，睡前道一句晚安，醒来道一句早安，都是多么奢侈的事情。这么看来，能来到这个世界与你相处也不错。答应我，等我成功带你出去，我们每天都要这样。该用总扇了。云珍儿，起来用早膳了。哦，好的，殿下。